竟然为了选举扒着这些官夫人，把过去向绿营争取选票所流下的眼泪，都当作垃圾，当作不一回事，不当作一回事。妇联会到现在，过去所在台湾社会搜刮的民脂民膏，烙军捐、青果捐、香蕉捐、镜花捐，这些我们都不算。到目前还有资产现金将近400亿，党产会只不过是希望他们能够归还给人民。现在柯市长竟然告诉大家说，只要他们好好的，我们过去都不用再理他。言下之意，我们过去所追求的转型正义、社会的公道，我们都可以这个视为垃圾，弃如敝屣。那我对他这样的言行，我真的只有不寒而栗。遇到权贵，遇到官夫人就转弯。那请问柯市长，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转弯？你心中还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不可以出卖？我在想这次选举啊，最后他终归回到一个价值的选择，价值错乱了，整个团队就不可能一致，就不可能接受人民的检验。价值信念一致，才能够在市政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政策方向上展露出团结的力量。所以我对于时代力量他们的个别的做法，我当然没有意见但是呢，我想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价值错乱就会让人民莫衷一是就会不知道到底人民可以选择的是什么。